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，简称 UMD 或 UMCP， 是一所在美国排名前列，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公立研究型大学。大学创建于1856年，位于美国东北部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，是马里兰大学系统的旗舰分校，同时也是马里兰州以及华盛顿都会区最大的大学，被认为是公立常春藤院校之一。在2021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中， UMD 位于第58名。2020年秋季申请转学到马里兰大学的学生有6664人，录取人数为4693人，转学录取率为 70.42%， 超过新生录取率 51.03%。 国际转学生春季学期申请截止日期为8月1日，秋季分为两个时间点， Early Action 提前申请的截止日期为3月1日，普通申请为6月1日。申请转学到马里兰大学需要准备以下材料：网申、官方大学成绩单、官方高中成绩单、 SAT ACT 成绩、推荐信、获奖证明或简历、语言成绩多邻国不低于120分、托福不低于95分、雅思不低于7分。满足特定条件的学生可以豁免。存款证明：申请音乐学院的学生需要完成网申和在线试听。转学申请者需要注意的是，高中毕业后在认可的学院或大学至少完成12个 semester 学时或18个 quarter 学时的大学课程，可以作为转学生申请。建议学生完成英语课程和大学水平的数学课程。如果申请者学分少于30个 semester 学分或45个 quarter 学分，申请人必须提交官方高中成绩单或 SAT ACT 成绩。国际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豁免语言成绩：每高4年，不包括 ESL 课程，在美国教育机构获得 AA 本科硕士学位，在美国大学获得55个学分，且完成与英文写作1和2同等的课程。好了，马里兰大学的转学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美本转学的信息，欢迎扫码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的。下期再见。